大概算一下哈，你啊，小可葡萄酒过了分量五公斤，会是酒驾吗？啊，这个就是差不多七点多前后，那那个时候呢，红酒、葡萄酒一下，然后太会喝酒，所以其实酒量一向不会多，大概都是在酒吧里一下。那么我去，回到家，然后梳洗一下，知道说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酒的状况以后呢，大概是十二点左右回到酒吧。大概算一下哈，你啊，小可葡萄酒过了大概五分钟，会是酒驾吗？啊，这个用场你看一下，其实非常答案非常清楚。